又有很多事是在规定比赛当中不允许完成的。所以呢，在冰上项目有很多是跨界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袁娅维演唱的《像一颗星星》。冰上表演嘉宾是经去年的世青赛女单铜牌获得者亚加夫诺娃。15岁的俄罗斯女单新秀亚加夫诺娃，去年参加了俄罗斯全国锦标赛，拿到了青年组的第一名，今年转向了成年组。Okay.